先聊什么化学了吗？能不能看一下彤彤？看一下我吗？拜托，看看我好吗？我发叔特别好用，我发叔帮帮忙，彤彤想要叔叔，想要以后啊，我以为彤彤吧，心情。
使用。
感受。跟哥哥说悄悄话吧。童宝是电锯人，童宝是电锯人。你要塞满彤彤的嘴巴才行哦，主人，你要塞满彤彤的嘴巴才可以哦。好多好多，要好多好多，胡粮，好多胡粮，都塞满彤彤的嘴巴。
自拍可以上贵宾席哦。怎么手速这么慢呀？主人，你是不是没有了？是不是给不了一点了？你看，这弹幕上都没有虎粮的影子，你说是不是给不了一点了？哼！不要嘛，我把今天的虎粮还有粉丝牌都给彤彤好吗？啊，都塞吗？彤彤的嘴巴，火凉。啊！是这样的，全都吃掉了。Yeah.
不起啊，都是彤彤太笨了，给主人弄疼了吧？是不是给主人弄疼了？都是彤彤太笨了，对不起。不要惩罚彤彤好不好？拜托了，不要惩罚彤彤。不要，大妹。天，你们一直在对视，我头痛，哪里痛？头痛，给你呼呼好不好？真的吗？
手术。就是这样。今晚不知道吃啥，哥哥的魔法手好棒，主人。请好好的惩罚一下图腾吧。谢谢安迪哥，是非的超级守护啊！安迪哥，都给兔宝宝，全部都给彤彤吧。谢谢 S 哥哥。这哥哥是要继续惩罚彤彤吗？
给彤彤呢 ，Andy 哥。嗯，那你今天Oh, my God.
听歌哥哥的三个雪人哦。如果是彤彤的话，也可以帮助我。大彤彤又来了，这样好，这样准备好了吗？亲亲彤彤吗，主人？可以亲亲彤彤吗？不是亲那里哦，嗯，脚脚很脏的，不可以。肚子饿了，嗯，感谢青哥哥哥的十个月的学费，你想要惩罚童宝了吗？青哥哥哥，嗯，彤彤知错了。统统知错了。
清洁款讲不是很多。彤彤都困了，哥哥还没有困吗？不要走啊！我起不下来啊！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呢，同胞今天可以看到虎牙一号吗？拜托拜托，主人，彤彤想吃大导弹，都倒给彤彤吧。哥哥，
抽什么呢？那个是什么？哦，恭喜你中了一个奖，干杯！小男孩的唐东城，毕竟烟雨哥哥的六个粉丝牌，加油哦！就是这样呢，很棒。继续好吗？嗯，就是这样。